西城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讲吗？传说，很久以前，幸运女神呢，亲手种下了一株极为珍惜的小草。这个草呢，有四片叶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义。第一片代表希望，第二片代表健康，第三片是付出，第四片是爱情，花语呢就是幸福。传说只要找到四叶草的人，就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从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说我们两个人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四叶草呢？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，感谢曾经姐姐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开车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姐姐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我好困啊，要睡觉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阳那么好。不睡觉你好吵啊！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起不起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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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起不起来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找四叶草吗？你昨天晚上都听到了？废话，你那么大声，我想不听见都难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走啊，别愣着呀，一起找。